带你们逛一下八月份新疆的水果摊啊，好多水果呀！这是黄金吗？这个多少钱？15，那个3，这个12。老品种甜吗？甜。今天装一个给5块钱就行了啊，装两个也没事，我自己种的东西嘛。10块的葡萄，10块的水蜜桃，这个水蜜桃大到一只手都握不下。这块，本地产的吗？啊。就是那种很面的是吗？面的厚，好吃的厚。那苹果才用你10块钱呀、啊？这一筐20。啊。3块的西红柿。恐龙蛋。10块钱8个啊，15一公斤。这是玻璃心，你吃一个。这个8块。啊。苹果叫那个金丝红。8块一公斤，特别甜，金凤梨，也是本地产的，本地产的，8块，水蜜桃10块钱，小白菜1块钱一把，啊，你快吃呀，2块钱一把，4块一公斤，来2个吧，2个可以做一顿了吧。